过去阿勤家方做了真侪唔对的代志，唔那伤害到雅芳，嘛造成你的困扰。啊，我今日专工带恁来遮，甲恁拜会一下。我是希望讲，过去遐个代志吼，会当大事化小事啦。小事化无事哦。我差一点嘛，互恁害死遐尼罪该。你即马有明讲，迄算是小事。王阿芳，当阮人拢已经来到遮，你是安怎阁要安尼讲话啊？无要安怎？我阁爱拍婆啊，甲恁老公，恁害人的手段足厉害是无？你爸走的好时，还差一半好会休息。还阁有你，遐尼嘴敢对付我，手段遐尼啊粗残。我面对恁这种人，我应该用什么款的态度？你讲啊！啊，雅芳啊！最无应该就是你，嫁出这两个社会败类，你家己袂晓嫁囝就准拄煞。你会当等予国家还是社会替你管教，偏偏你嘛做袂到。我看你今日带因来阮家，甲我回信嘞，只是咧演戏，想要用苦肉计骗我好解着。你唔通误会，等于厝诶，我真正甲娘妹仔拢骂过啊。因嘛甲过去家己所做歹代志，一条一条拢甲我讲过啊。唔管你是无法度接受，伊是一定爱来甲你核实的。王阿芳，唔管你是不是阮爸的嫂子，我拢无应该对付你。而且我无应该知影讲你是阮爸的嫂子，我阁想尽办法要爱你的性命。是的。王，哦，娃娃。阿雅芳，想袂到你是我的妹妹，我是感觉对你足歹势。好佳哉哦，这代志有良才发现啦，无造成天大的错误，啊，若无，伤心也是阮爸。啊，够我啦，唉，我真不应该，自细就感情歹去，因今日才安尼无法无天，这叫我个人失礼啦。东叔，安尼阁无够，我无啥物好满意，也是无满意的，因为我根本无拍算要接受。若是做唔着代志，回信里就有效。那恁这个社会爱检调单位，要阁警察要创啥？而且恁着放恁线，你袂感觉恁想过简单啊吗？无你到底想安怎啊？我唔是亲像恁这种无顾别人死活的歹。所以我袂想要安怎就安怎，我干那希望你会当受到法律的制裁，应该乖就乖，应该罚就罚，安尼才有公平。无你即摆是咧找麻烦是无？你想要伫咧遮耀武扬威是无？我予你害到差一点仔失去性命，我叫你去面对司法已经算是足客气啊。你若是无想要接受嘛，袂要紧，为滴我本来就无按算你会接受。既然安尼，就请恁离开，莫伫我的面头前假可怜，我的同情。袂浪费伫恁种歹人的身上，走就走，有啥物通好听的？行行行行，红啊，莫冲动，无啥物留伫遮回不了是无啊？紧啊，你留伫遮才有机会和我讲啊。唔免，总算是，这就是恁祖家的家风，这。就是你嫁出来查某囝，你无甲伊嫁好好正正，上好莫出伊出来，唔然互人看袂起嘛，写你家己面子。还佫有，你这位一家之主，敢有好好反省啊？莫家己为非三者，佫怪你的事实有样看样。亚芳，好啊，莫佫讲啊。阮妈叫我莫佫讲，我就莫佫讲啊。看恁安尼。我真正足欢喜，我是出世伫一个平凡的家庭，袂亲像恁安尼变作了不要紧。王先生、王太太，这就是恁嫁出来查囝是无？恁又在伊安尼跟阮爸讲话，恁一句话拢无爱讲，这就是恁王家的家风是无？比恁祖家好。我除了对恁爸无礼貌以外，我无做啥物袂见笑的代志，惊人知影。这
就是我甲恁两人无共款的所在。你，阿芳啊，注意你的态度。对，今日的状况就是嘲讽的态度，唔知影伊家己做唔到代志。今日安尼就免浪费时间，请恁离开。亚芳啊，到底安怎？你要肯接受我这爸爸？你真正想要怎样？你和曹凤去警察局自首，面对家己所犯的错误，安尼我才有法度感受到你对我这个查某囝的重视。红啊，你较冷静诶！你敢有当作我是你的小妹，还是讲你即摆已经徛在我阿芳迄边啊？既然我即摆徛在你这边，你看无？你若真正徛在我这边，那恁应该替我教训我阿芳。红，辛苦面对家己所做错误，敢有遮困难？阮大拢做会到，我家你做袂到。爸，你今日在遮教训我，互阿芳看。刚果你真正认为，迄个比感情更较重要，但既然是安尼，你就无应该把我拉倒在你的身躯边。亚芳，你要我甲阿红告诉我处理，我真正做袂到，是嘞。然后，我做你是我，你卖了解我的苦衷。做袂到嘛是袂要紧，那你就无资格做我的爸爸，以后卖过来找我。我反我问你，你到底想阮爸偌济钱啊？你是要白讲啥？什么恁爸的钱？哦，好，啊，亚芳，阮爸有摕一张支票去予恁爸，然后叫伊转交予你，毋知你有摕着无？当然嘛无。你真正是爱家清高呢，钱少人嘛骂啊，你面子里子拢有啊，无你也是无是啥？本阮祖家的财产是无，我才无稀罕恁祖家的财产。你当然嘛是讲你无稀罕，阮爸若是把财产分得好势哦，你嘛是会讲你无爱摕。安尼，阮爸唔只会想空想跑，把财产钱去你个落地下内底啊！不怪啦，你对阮爸的态度这样也无好，你就是要利用伊对你亏欠的心情，然后想空想跑摕好处是无？王亚芳，我看你考出出啦，爸，支票嘞？就我请。好啊。恁爸的钱。起来，提走。哎呦，亚芳啊！曹正叫你家己给我，迄就是我的钱，你要安怎用是我的权利。周小姐，起来啊！你莫笑，想讲我的顶头去提领导的钱。你若想要改做有志气，不爱扣嘛，不要紧。等一下有人提走去换钱，你就莫怪我。亚芳讲了对啦，你卖个钱袂得过啊！我先来看下爸开偌济票去。哦，要紧啊，八零一用呢。你讲你无爱休息无？那恁机票我抓着，应该无意见哦。我方甲你讲，我无可能甲你攻击爸爸。你嘛莫想要以退为进来甲我抢爸爸，叫阮走家财产，你有听着无？无你即摆是咧笑啥？我问你，你有听着无？我有听着，而且恁爸爸嘛听着。死性袂改，
人情一款，人后一款，啥你拢爱先加加袂啊？爸，你安尼意思就是，啊，我答应你平心，好帮人来咱家好康，这我都可能答应啊。够话通讲的，你真正欠家事的你啊！红啊，就是死硬硬做咩咧？伊计做咩贱命？伊讲啥你咪杂皮？哼，你讲了真对。阿红啊，会死硬硬做咩？人要世间要的是只想好过。今日呢，为什么开始？我一千五你都袂好哩，你若要爱钱家己赚，拢莫来找我。对于我看到你哦，真正咧反省为止。你真正要为着替我阿爸通公道，你真正要害我死？你唔免死，你去自首，至少够一条活路。你真正爱我洪乖？我甘愿你洪乖，我嘛要看你错再错。你若洪乖，我可能请律师替你拍官司。不管怎，你要面对你过去所做错误，这是我的要求。爸，我阿芳爱我去面对法律的制裁，你就安尼要求我，你是不是把我阿芳看得比我看重啊？你够心情，你计较这哦？你若真是无爱用乖，起码随个亚芳参详，拜托人帮你说。王小芳，我知我做唔对啊，请你帮我说，你敢会当卖逼我去自首？我真正无想要犯规，我拜托你甲阮爸讲，叫伊卖逼我。阿伯母，我知影恁的生活拢足好个。我拜托您，替我看看我阿公好不？不可能，我都已经给你跪啊，无你到底是要安怎？跪了又该安怎？我甲全全的性命伫你手头的时阵，我跪了，你敢会放阮煞？我也阁真简单，自头到尾拢无改变。我就是爱你，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，听清楚无？你走。等你到时间想要去警察局自首的时阵，再来跟我讲。啊，不过你安尼穿好、食好、开钱嘛开了足惯势的，即马失去恁爸爸的钱，恐惊你会感觉让我挂入去，点到较快活。我阿公去自首，我你心无靠好。别个人讲我这做爸爸的真失败。好，我就等你看。阿庆，带我来。我从今麦开始，不准再跟你骂人了。爸，莫甲我话，等甲你想通，要自首前，再通知我一声。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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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莫阁吵，你今日就白人啊。要让朝风低调驾驶，这是必要的。希望你这届吼，
真正知影要安怎悔改。我嘛是安尼希望，伊的痛苦才伫要开始尔。